现在人的健康不在于吃什么，而在于排什么。每天大小便排泄数量的人，体内就不足以积存毒素。可是，在当今社会，人们经常暴饮暴食，终日忙碌不堪，再加上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，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状况。几乎每个人都会产生肝胆的便秘。运用最简便、最实用、最有效的方法。